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师傅赵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师傅 James。今天干啥去啊？今天开会，回到非洲第一天啊，我们这个去买点牛肉，然后去河马家。河马在这租了一个大别墅，哎，我们去蹭饭去，正好啊。现在我们先去买点牛肉吧，满足一下味蕾。啊，走吧，走走吧。刚到非洲没拿现金啊，用这个手机号取个100万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手机银行。取完了啊，保护好我啊！这是闹事啊，这个危险挺多啊。走，买牛肉。走啊走。你看，这算的 Windows 没有了。Windows 阿里巴巴 Take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阿鲁沙最大的，就是当地的这个批发市场啊，就是卖什么的都有啊，鸡鸭鱼肉菜啊，这是鱼，都看牛肉啊，牛肉，咱买牛肉去啊。这边呢就是牛肉一条街啊，从这儿到那边全都是卖牛肉的店啊。过来看看这个牛肉，娘妈，你看，哇塞，这里的牛肉比达利萨拉姆要贵，但是品质的话啊，要比达利萨拉姆好吃啊。一公斤啊，12000令啊，这个达士9000。你看这个是牛肚，牛肚哈8000令啊，就特别便宜了啊，跟不要钱似的。拉克莫加 enough 吗 ？enough。哦，啥吧？拉菲给，拉克莫加。enough。嗯，我们换了一家店啊，刚才那个店本来是12000啊，结果我们要买的时候变成13000了。嗯。我们就是再换一家店啊，这家店还是12000啊。看着一大坨肉啊，4-5个人的话吃不了。嗯，哎呀，太到位了啊！这牛肉老香了，都是吃草的牛。Kilo Gabi 啊，就买了8公斤，16斤啊。怎么了？啊？牛肉太贵了。嗯，牛肉贵了，牛肉贵了，嗯。比中国便宜啊，但是我们在当地生活的话，对他们来讲的话，这个物价上升的话，对他们来讲也不太友好啊。上海一位推着牛吧推个秀才爱华啊，我们吃肉去啊，改天带大家再来逛逛这个大的这个海这个市场啊。半道碰见有卖这个蜂蜜的啊，这个蜂蜜好吃啊，这边是天然的啊，这可没添加剂，这个比较不错。哎，这一块好。行啊，别猫家。FB 里杀吧杀吧，去过毛家。啊，三腿。嗯，开餐开餐。秀才，走了，吃牛肉。这个巴豆给我河马啊，从中国给他捎来的东西。现在出发大蛤蟆家。哦，河马。我这河马哥租这个房子，就是这个路是不太好走啊。这个看看豪宅怎么样啊？到了到了到了，赶紧的把东西给他，给你捎来的东西吗？不是啊，验收验收验收吧，老板。白送的。哎，这是我们的。谢谢。狗子，你看这狗子还记得吗？以前那个狗生了9只啊，都是我半夜12点敲开这个医院的门剖腹产出来的啊。这狗你看，狗子还记得我啊？哦呦，你这豪宅不错呀，凑吧。几个房间？5个。不错，还有后院呢。你上后院看看去，后院的话，咱看种点啥菜吃可以。好，研究研究种点啥菜。哦，这边是侧院，这个侧院行啊，你把这个草皮都给弄了。我把人草皮给弄了。啊，种点菜吃。这个牛逼。这个不错啊，就你家这个路就是进来难走。哎呦，你看那边种菜行啊。这是啥树？牛油果树。哎呦，看这牛油果，这不实现牛油果自由吗？就是太小了，再长大点。对，再长长就行了。真不错啊，独栋小别墅。母族的啊，秀才，牛巴里。来呀，这块种啥，那块种啥，都给它种上。嗯。这是啥呀？对呀，这是啥花呀？这是芭蕉树吗？这是开的这种花吗？哇塞，好奇怪啊，这非洲这植物啊，你家全是宝贝啊。哎呀，这秋千都安排上了啊。爱华呢？爱华过来，你看有好玩的。
哇塞，这生活太惬意了啊！快上快上上，上去八斗八斗八斗绣花，哎滑。对，微微吞的，微微吞的，微微太胖了。你这这么大，你还往上坐？篮球框也有，啊？也有篮球，买篮球的。啥呀？真是不错啊！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这是海豹 wife。Yeah, 哦哦，棉花嘎比。哎呀，有福啊，海豹！你看海豹那媳妇儿了吗？啊，来我这块儿，从一回来之后，两次大出血，孩子四个月两周给打下去了。这么严重呢？你要是在部落的话，估计大人都费劲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这很危险的。他十九号一次大出血，把孩子给你给他带他出去治的啊。给孩子取出来，然后24号又大出血，五天。哎呦，输了2包血。哎呀，行啊，也算比较幸运啊。这飞机也太低了吧，跟鸟一样高啊。今天吃牛肉。你秀才都笑话你了，大郎，快大郎。哎呦喂，你这没遗传你爹这个基因啊。牛肉搞里头了，牛肉搞里头，水都没有啊，只放的盐，你看又是。天黑了，好了吗？我看看。哇塞，香喷喷的了啊！这大米饭好了吗？米饭，那都给你好了。哎呦喂，怎么还弄塑料布啊？哎，塑料布不健康，弄啥吧？看看我们屋里的菜啊。马上也出炉了，我们是以吃青菜为主，这个米饭就是重大节日和过年过节才吃的。我组里了，来秀才爱华，来甲固了。看这牛肉啊，原生态，很有滋味啊。你看这牛肉，太好了。来秀才，吃。哎呦，不怕烫吗？我都两个月没吃这个当地的牛肉了啊，我必须得尝尝，肥瘦相间的，看这个了吗？母猪里啊，拿拿味儿先。嗯，拿拿味儿，转一转。No 摇头。烫着了，烫着了啊！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好了，你们在这开荤吧哈。谢谢。快吃吧吃吧，我们也要进去开荤去了啊！这个来河马呀大哥家蹭饭，走吧咱们家。走，整齐整齐。太凉了。谢谢老板。嗯，很丰盛啊，今天凑合吧，可以啊，这个简简单单八菜一汤，来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，提前预祝，身体健康，好，Good Happy New Year。